感谢世界，不能送大丸子了，很难受。为什么不能送大丸子啊？仙女子，仙女是丸子狂魔。你们谁都没有仙女送的丸子多。来吧，博尔特。圣诞节不是昨天吗？啊，圣诞节不是昨天吗？看见我玩跑男，你胡勇比赛都不看了，篮球迷是吧？湖人对勇士，你好像把你最爱的人弄丢了，怎么办？啥意思？分析一下湖人篮球不怎么看，虽然我身高很高，很适合打篮球，但是我并没有运动天赋。需要我呼唤你起床，你现在应该是躺在床上拿着个手机，然后不想起来，对吧？看我直播不想起来，躺着很舒服。好，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。那么就躺着吧。嗯，感谢孙德胜的飞机。孙德胜怎么早上也在？飞起来。孙德胜最近直播遇到了瓶颈，觉得自己打得不好，对吧？感谢皮皮熊的飞机，谢谢。要有套路，要有套路，不喜欢玩套路，套路他们一波。我的一手跑男套路很足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我说话声音小吗？不小吧。全军出击，来了，套路来了。套路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哦，一波套路成功。这是一个问题，再来一波。蓝木木在打蓝，上带下拉，这个要摇摇晃。Execute。真啊 ！First blood. Hello.
动塔狂魔，感谢一花一佛一世界的飞机。套路小王子，摇摇晃摇，这个药是你抓，你抓你就丢一大波兵，巨亏啊！你抓，心机德还是不能抓的呀，抓心机德就是爆炸。这是一个问题。一花一佛一世界，重视流炼金。我就是一首送死，正在路上。哎，这是 QT， 哎，这是 QT， 舒服的呀，来个戒指，完美。阿萨基，上来先死他个两次。差不多是。哦。有本事就来抓我，对吧？有本事你就来抓我，发动全员一起来抓我，让他们就爆炸，他们这一盘就瞬间就整机落下。两个戒指，我听到你了。哦，哦。差不多是时候的，我两个戒指很耐回，关键是点的药水，明白吧？点的药水，这能力很强。有本事就来抓我呀！抓我，他们很快就崩了。只要打野敢来，有心思、有想法。那么他撑过，他撑不了二十分钟，四十刀四分钟完美，啊哈，宝子啊！这亚索蛇一抓我，他马上就没补刀了，没经验没补刀。阿木下去，管他，正在路上，无情。他们现在不来抓我没关系，等会我会逼他们来抓我的。接下来我的举动会让他们感到恶心。摇摇晃摇，摇摇晃。不跟他对线。没有兑现这么一说，摇摇晃摇，摇摇晃摇，摇摇晃摇，开大加耶稣加伤害加蓝加回复。抓是不抓？哎，抓我好，抓我你兵就没了。哎抓，哎，哎抓，抓不抓？哎呦，不来了，不玩了。等一下，哎来了，哎来抓我了。摇摇晃摇，哎那。毒他，我的阵亡是无所谓的，但是我的队友阵亡就很伤。摇摇晃摇，我要他想杀这个阿木木，我死三次，但是没用。阵亡是无所谓的，你要知道
我前十次会去送死，我的阵亡是不值钱的，而且你会发现我越打越强。摇摇晃晃，看来你们还不太清楚我送死流念经有多强，看我的补刀你就知道了。这手塔皮好像还可以吃到，差不多是他不来抓我就很烦。但没关系，我都不信你不来抓我。这是一个问题，他们不管我他们就要舒服，但是我会来恶心他们的。正在路上，摇摇晃，不管我是吧？哦，你们居然敢不管我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那你们管不管我？我听到你了，看你们抓不抓我。哎，来了，摇摇晃摇摇晃，哎，别打野，来过来抓我。哎，别去，哎，来抓我。哎控制我了，靠，没拖住时间，好烦。输输，哎，二杠九，这把赢了呀，这把赢了。我听到你了，就让他们来杀我，不值钱的。而且装备又好，是瑶，哎，我靠，他妈的，别的了，差不多是时候了，继续逼他们。哎，这个塔皮我可以吃一个。塔皮这个东西不强求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哎，顺佛。你看我出了一个斗篷之后，我的移速很快。这个东西，要加回复。正在路上。摇摇晃摇。来抓我呀！他们中单不见了。不管我，好，可以，我欣赏你。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哦摇。你别看劣势这么大，2-2，但只要我一出山就赢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送死流念经，信心满满。正在路上，好，出山了，搞事了，哎，搞事了，摇摇晃摇，摇摇晃摇。滴滴答答，我听到你了。Shut down。哦，快速的把一波钱打完，然后抓钟去了。我实景看到了吗？很恐怖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
中路不见了，好，抓一波他。你是跑不了的，兄弟，你是跑不了的。啊，只要一出山，我就要搞事，一搞事，他们就得死人。继续带，恶心的一，我的发育是全场最好的，毋庸置疑。别看我死了四次，因为这套打法相当的恶心。无论你怎么杀我，我都是发育最好的。这是最厉害的。无论你怎么抓我，无论我死多少次，都不重要。无改，我的发育无改，而且他们现在过来抓我，我不值钱，而且要花大功夫。有闪现，不值钱的呀，啊哈哈，啊，我其实把闪现故意交的，因为我 TP 上了。我的闪现是可以看看啊，这个阵容的话我 TP 上来，他塔马上要掉了，150刀将近，很恐怖，马上11级了，我们中单才9级。这亚索他以为他很赚，实际上他一点都不赚。我来了，相反很亏。一刀不漏，完美！哇，这个装备无敌，我跟你讲，无敌！打亚索现在随便打，随便打。随便打他现在。毒死他，开玩笑。这塔要掉了，我现在就希望他们来抓我。抓我皮很痒，来了，很好。你杀我没用，不值钱，不值钱。什么？我在，不是。你恐怕是什么之物质？你在，我扛他们很轻轻松松啊，治疗一开，随意啊啊。随意啊！哎，这个大招啊，不过也没用，不值钱就是了。只是我的队友没把他杀了。哇，这个大招让我有点懵啊！170刀。马上12级，在我没有拿到人头之前，我可以为了团战随便死，我可以为了打钱，可以为了队友随便死，无所谓，他们没有什么收益。跑速超快，现在我这个跑速你就懵了吧？来，队友，你们是人头，交给我了。我靠，你杀不掉是什么鬼？杀不掉是什么鬼？队友，
哎，咋没擦掉啊？我靠！不过没关系，我死无所谓，我把钱打了就行了。我现在要帮他们创造人头，我可以无限死，因为我的每一波死亡都是不值钱的，相反我的团战作用很大。180刀，我们是送死流打法，你明白吗？送死流念经就是要死。我听到你了，没事，虽然我的队友打的配合的并不是很好，但没关系，我会无限的帮他们创造机会。来，别怕，有我呀，怕啥？我呀，有我在，怕啥？怕啥？很好，一个助攻。大招一开，你跑，人头不需要，要的就是助攻。泥潭来一个，队友上，好。好 ，OK， 人头不需要，就给他们吃人头就行了。哎，不会吧？你两个人怎么都两个人都搞不过啊？两个人都搞不过，什么鬼？太low了吧？-7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好好，好好，行 ，OK，OK，、OK OK、我马上要初三了，等我初三的时候我就不能死了，我就开始收人头了。我这种辛吉德队友是最舒服的，最舒服的。那我没用，给你杀，无所谓，任你杀，别急，我们这一波得回家。好，很好，这个比分是虚的，你不用管这比分，这比分是虚的。 BOSS 登场，游戏结束，从现在开始吃人头了，200刀无敌。正在路上，这波不打，这波队友死了。我听到你了，来来来，团战教他们做人，看我团战能力有多强。我现在看上去不是很肉，只有2000滴血，但我开大的时候很恐怖。这人头我收了，好，我是在阵亡之后拿到了他的头，很舒服。阵亡之后吃的头，他吃我这个头不值钱，我把杀人书给做出来。现在不能死了，现在死一次就有钱了。别急，我来了。是时候。过来，来，队友看跟不跟得上，跟得上我就开疾跑。好像
哥，跟旁边打野怪，我靠，出不来。单数搞掉了。够脚啊，兄弟，刚才打不来。他在吃三狼，并没有管我，我又阵亡了，我的杀人术搞掉了，这个好伤啊，好烦，杀人术搞掉了，哦，好不容易搞起来的，没了，我毛线啊！摇摇晃摇，追呀追呀追呀追！拦他一波线，让你们无法推。是摇还是不摇？追我 ，A 兵线，看你们怎么说。有病，并没有守住。我来了，搅屎棍登场。搅屎棍倒下，一杠十，一杠十，冲刺过来，逆弹啊！我宋死流辛吉德居然并没有 carry 全场，相当的难。